大哥，你终于出来了！大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需要多问，马车准备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大哥，嗯，他呢？回到泾阳，你会见到他的。 今天能到家吗？大嫂啊，你放心，今天一定会到家的。可怎么到现在还没个影子呢？卯时刚过，你别着急啊。二哥，这不会半道上出什么岔子吧？三司会省都已经宣布没罪了，你放心，不会出什么岔子了。 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
在一个月前的一个月，沈星一在狱中染上了疟疾，不知身亡。 沈思海亲自手的事，尸首连夜运回泾阳下葬，搞错了，一定是搞错了。沈家的钱已经花了，就在等最后的结果。可是最终。 我还活着，你却自己一个人死了。你这出尔反尔的家伙，我从来都不信你，好不容易信你一次，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骗我？ 你不能走，星宇，星宇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。 沈老板，谢谢各位父老乡亲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恭喜发财，里面请，恭喜发财，谢谢，恭喜，来，请，请。
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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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春兴。他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倒是挺早，但睡没睡着就不知道了。吃呢？叫他吃他就吃，不叫呢他又想不起来。还有哭吗？就刚回来的时候哭了一场，就再也没哭过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王水军，二爷、四爷，沈家在泾阳、北京、上海三地连续开了三家钱庄。啊，连开三家？周雅，这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啊。周雅。啊。啊。他开他的钱庄，我们做我们的生意。如果有钱庄做后盾，沈家其他生意将会有另外一番局面，我们必须早做打算。对呀，周阳，看他吧，他要是出了什么招，我们再来应对。要换成以前，一提起做生意，俩眼就放光；一碰到竞争对手，就激动得跟什么似的。可是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他不是从前的周颖了。